同孔明大哥话俾你，我哋喺度谈天说地啫。系咧，你赶走晒嗰班嚟勾捞想做谋士嘅人啊！我请晒佢哋翻去，谋士一职已经有人选。系咧，成班都乌蛇蛇嘅。阿孔明大哥啊，几时出发去新野？明日一早就启程，咪要漏夜执包袱咯。所有誓愿，夫人已经帮我打点好，你冇需担心。咁啊好啦，我啊冇咩执噶，我就咁啊行得。 不过孔明大哥，你都同我讲声先啦，等我有个心理准备啊嘛。系咧，做谋士咧有几多工钱噶？有几多架马车？有几多架瓦罐先？有几多架放轻啊？韩商兄弟，谋士一职其实真系冇马车、冇丫鬟，工钱亦好少，而且到处征战，兵凶战危，并非人人适合。其实谋士嘅人选，我早已经定咗，就系广元兴同周平兴。你讲多次。 冇我份，我肚饿，饭跟住有饭等我。我当你系咩？你当我混蚊咩？我咁帮咗你手，你都唔可能做副手，四猪掟猪，蒙猪猛猪，掹晒你草，劈埋你一齐，劈死你！孔明兄，佢似乎仲系好激愤，唔好理佢啦。 我哋倾下点样协助落去。我出去睇下佢。睇死你！柴都劈唔烂，斧头都玩我。知衰啦咩？你呃我啦咩？云顺兄弟，唔好以为我就咁算啦。我未嬲完，呃下我，我好大方啊，话唔定原谅你。你冇事啊嘛？唉，算啦算啦，见你个样咁挫，嬲你唔落。 我翻去执嘢，同你去新嘢啦。我只系想问下你有冇事啫，别冇他意。谋士嘅人选，我真系冇谂过系你。如果有任何误会嘅话，孔明实在抱歉。我翻入去先啦。诸葛亮企喺度，你咁算点啊？我对你咁好，你咁对我，你有冇良心噶？都系刘松亲俾你抢嘢。 唔系我一句，嗰啲咩兵仔探生怕死嘅啫。你阿爸爸吓走佢哋咩？你身份过大，你断桥。唔系我装架狗街，你外父外母，你见得成分咩？唔系我拉你饮酒，留俾海省顾草路。你做到鬼事咩？云顺兄弟，我叫你孔明大哥，你叫我云顺兄弟，咁样做兄弟，但飞机啊！我同你只系相识无耐，我真系估唔到你对我嘅友情系咁深。如果当中有咩误解嘅话，就当系孔明不智，衷心向你赔罪。 咁算点啊？华清界线啊，做谋士，做皇叔康扶汉室，任务艰巨，非同小可。我并非低估云顺你嘅才智，你嘅广南十八式，我系好佩服。但系行军打仗系生死嘅事，我冇可能要你冒险。佢两个咧，你又叫埋佢哋一齐去？佢两位系我生死之交，佢哋系生死之交。 生死与共，我就相识无奈，用完即弃。你冇听清楚我对佢几好咩？听清楚，你讲咗成晚，讲咗十几次，讲到十几次啫咩？唔得，我要讲多几次，我要唱衰佢。睇住啦，可以坐低嘛？听你咁讲，诸葛亮即系对你过桥抽板不仁不义。我数佢关你鬼事。佢对你呢个朋友都咁绝情，第日我同佢共事。 或者一样咁对我，你唔抵得佢抢走你个位啫嘛？诸葛亮不过系生意人士，系咪真材实料都仲未知道？主公竟然咁睇得起佢，相反，我立下不少汗马功劳，走党无数，冇人会甘心。你都唔甘心？你想我点？你好了解诸葛亮嘅，正所谓知己知彼，我就可以帮你出翻啖气，各取所需。 云顺大哥啊，诸葛先生始终都系个好人，又帮过我哋条村。耷低头食嘢饮酒，唔好出声。点啊？我系咪比诸葛亮优胜，仲系未知之数。但有一件事，我肯定优胜过佢嘅。系咩？我知道边个人才，你一定系。唔拣你做佢谋士，绝对系佢嘅损失。好，赞你，我做你谋士，只不过要带埋佢当兵。好，爽快。 你自由件衫，做一个有体面嘅谋士。我云顺。
大哥啊，真系要咁啊？真系要同诸葛先生做敌人啊？吓，我要佢知道佢走冇，系要佢后悔。 安顿喺中枪，我先带军师去见主公。有。乜？你后尾决定带埋佢嚟咩？乜咁迟啊？诸葛先生，你终于嚟到啦！参见主公。得啦，大家认识过未啊？ 在下韩亮，诸葛先生又嚟，韩军师又嚟。上次在下有公务在身，未能喺草庐相见，真系可惜。鼎鼎大名嘅卧龙先生，此年轻，真系实在令人惊讶。主公，我同你介绍我嘅新谋士司马顺。小兄弟，你唔系诸葛先生嘅朋友嚟嘅咩？点解会做咗韩军师嘅谋士噶？诸葛军师咁多朋友。 点会记得我呢个好朋友啊？仲有啊，佢唔认为我系人才唔紧要，有人知我系宝咪得咯。大家都系想辅助汉室，目标一致，无分阵营，无分彼此，团结先系最紧要嘅，系咪啊？系主公。呢个汉林堂本来韩军师嘅居所，不过佢知道诸葛军师嘅地迹将到达，所以就特意让出。原来如此。诸葛军师。 若果冇其他事情嘅，在下先行告退。有劳王长事。咦，睇嚟呢个韩军师都几好人噃。系咪有啲咩问题啊？嫂夫人，你真系聪明。呢个韩良斌安好心，揾咗云顺兄弟做佢嘅谋士，分明就系针对孔明卿。我哋一到步就有麻烦事。大家都系为主公办事，先唔好有偏见，观其言行再讲啦。 呢批系我军嘅军情，系韩军师命我哋嚟送俾诸葛军师过目嘅。记得帮我回谢韩军师。系诸葛军师。军师啊，东厢汉林堂比呢边清静优雅，点解你让俾诸葛亮噶？主公咁器重佢，有心抬举佢，佢坐得越高，住得越好，他日加唔到功绩就跌得越快，伤得越痛。军师好计啊！ 好奸啊！点啊？唔同意我做法啊？啊，唔系，阿范金文几时可以入营啫？已经安排紧啦。云信，我哋好好为主公办事，千祈唔好衰俾个诸葛亮睇。放心，呢度环境越恶劣，诸葛亮住得越好，我等住越旺盛。依家就 like 同 subscribe TVB USA 嘅官方频道，就可以即时收睇更多嘅节目精华片段啦。